粉丝提问：为什么狗杂和 AKM 的子弹速度很慢呢？这两把步枪的子弹速度都是715米每秒，只比 AC 步枪快，慢于其他所有步枪。为什么官方会这么设置呢？原因有这些：一、口径大，速度就慢。步枪子弹中 7.62 毫米和 5.56 毫米是使用最多的，因此围绕于它们之间的谁强谁弱一直争论不休。其实这两种口径子弹各有优劣， 5.56 毫米是小口径子弹，重量轻，尺寸小，因此 5.56 毫米子弹出膛后的威力相对较小，但是由于弹头轻，子弹速度较快，后坐力也相对较小。而 7.62 毫米子弹重量重，尺寸大，因此威力也是相当大的，后坐力也大，子弹速度也没有 5.56 毫米子弹快，所以游戏里的 7.62 步枪子弹速度都没有 5.56 步枪快。狗杂和 AKM 都是用的 7.62 毫米子弹，因此子弹速度慢是很正常的。二、平衡所有枪械。还有另一个方面是官方在对所有枪做平衡，因为这个子弹速度数值是可以浮动的，多个几十和小个几十都可以，不可能完全还原现实的数据的。而这两把枪在游戏中威力很大，各方面属性都可以，因此为了平衡它们，将它们子弹速度调低很正常。小伙伴们，对此你们怎么看呢？好啦，我们下期见哦。